即将有停车工作，对，请旅客不要靠前。你要说，你有去搭了吗？啊，搭什么？九百的。九百的。就上班的时候就会去搭。很舒服。可是我就坐电梯，便宜。我跟你讲，新车都会这样，你懂？就没有人坐过，当然便宜了。哦。对，你所以一堆人说什么很难坐，是你又没有人坐过，人一坐一坐，然后就变软，都会这样。然后现在坐也很便宜。对啊。偏难睡。那是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坐。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018年六月30号瑞，方位到了8:41，我拍摄的是。4013次哦的905区间快车，1414三年哦，2121啊，开往台北的环道近观光专列哦，耶，两节加好，两节 Hello Kitty 加两节原装加一节易游网的。环岛经观光专列2121台北发车，将环岛铁路网开往台北的1414淡电楼加环岛经观光专列在瑞芳站，然后呢通过雪关的全长800。然后这班是4013次的区间快车，我看一下，帮你们查一下。4013次是花莲发车停留，北回线看到450的，你手一下是还没走，一用905区间快车，在瑞芳站停靠，我选民妈咱们多多点赞以及观看片，刚才支持来减麻烦，谢谢观看大家。然后我再查一个，等我一下，稍等我一下，因为261嘛。哦，然后那个261改成4007呀，苏澳到树林，谢谢观众的支持，拜拜。然后现在这班是4013次900型圈快，在瑞芳站停靠待毕，谢谢观众的支持，拜拜。